I'm leaving quite early tomorrow morning. Undercover, baby, is what you ask of me. Soon I'll be discovered.啊，我们家搭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哎、我们家搭华航的 A330。厉害啦！好，谢谢。哇，我们是可以优先进去，有没有小朋友？对啊。拜拜，谢谢。亲爱的，你有看到？787，发现酷航的787，我老婆说下次要让我坐酷航的头等舱。787。亲爱的，你觉得我可以坐酷航的787的商务舱吗？可以啊，你坐。然后你说什么？能花多少钱？啊，我可以坐阿联酋的商务舱吗？应该会想办法拍到回本吧，一年。阿联酋不行。为什么？如果我带你一起坐阿联酋，不要，不行，钱要花在对的地方。真的吗？对。我觉得如果我钱多到花不完，如流水的时候，我可以坐一次。对，那个阿联酋头等舱是比较好。我不知道你跟我是不是有一样的习惯，从小时候坐飞机，不管是坐哪一家航空，都喜欢看看它的杂志，并不是看它有什么免税品，那并不重要，而是看看这间航空公司有多少飞机，那这些飞机又是哪些机型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就是它有多少航点，这家航空公司会飞去哪边。 I'm filled with lightTiptoe dance with me。 华航是台湾最代表的航空公司，毕竟它历史最久远，属于天合联盟。目前主力的机型为空中巴士，有24台 A330， 还有14台很新的 A350。低载客量的区域型飞机呢，反而是使用波音，有18台波音737-800。最特别的是，它还有4架载客的波音747，预计2020年全数退役，也是目前少数保有头等舱的机种。搭机的这一天，我点了一份特别的糖尿病餐，就是所谓的 DB 餐，主要就是调味比较清淡，以无糖、低脂、高纤的食物为主。我的餐先送来了，我点了一个低糖的糖尿病餐，看看吃什么。除了原本的水以外，他还给我了一杯水。加上荞麦海苔，你要吃吗？摸起来蛮烫的，就是不是那个冷冷的，不错，我最喜欢热的食物。然后这个上面有个字母写的 DB， 这个应该是红藜米，什么藜米的。然后这边有个黄萝卜跟小黄瓜，非常的烫，来吃一口看看。跟你说对了，这个是鱼肉，不是鸡肉。你要吃啊？吃完要讲心得哦。飞机餐来了，可是悠悠没有吃到儿童餐，印象。
再来开我们吃什么吧。我们到香港了，感觉怎么样？舒服吗？不舒服。为什么？因为不舒服，坐飞机本来就不舒服。你不喜欢坐飞机哦？我喜欢去别的国家，但不想坐飞机。我想一个任务，一开门然后走两步就到别的国家。真的哦。好吧，那你以后发明一个任意门。亲爱的，来到香港有什么想法？觉得上次来香港好像也没多久前而已。我觉得我好像最近很常来香港。他知道上厕所吗？哦，我也想上厕所，等一下上一下厕所。你觉得今天中华航空怎么样？就是还不错啊，也还不错。还不错哦，真的，因为其实我第一次坐商务舱，其实就是坐中华航空啦。他们的服务啊，其实真的非常好。我觉得第一次坐就有那种啊，记得你叫什么名字啊，记得你要什么的。那当然，经济舱不可能像商务舱这么好，不过我觉得整体来讲就是很舒服。虽然飞机旧，不过位置还是蛮大。接着我们要去哪边？接着我们要去出境。出境完之后，我们要坐加航到温哥华。今天中华航空 A330-300 的影片已结束啦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分享，然后不要忘记追踪我的 IG， 还有新店蔡依林的 IG 放在下面。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You're my